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赵丽颖分享拍戏日常，玻璃栈道上吓到发抖，玩万花筒童心未泯。在5月24日，赵丽颖再次送上了振奋人心的信息，她出演的电影《在人间》也已经完整拍摄。据传，在剧组中他已经忙碌了整整55天，负责演绎贾小朵这个角色，并且该角色目前已经完成拍摄。赵丽颖的工作室也为此晒出了照片以进行庆祝，并表达了这样的祝愿：游戏终于结束，欢迎你们回到你们的现实生活。在影片中，赵丽颖身着一套轻松休闲的装扮，在倾盆大雨如注的深夜中独自持有一把透明雨伞，步行不停。他经常抬头仰视蓝天，偶尔低头看向细细的雨滴，那些黑白照片更凸显了他内心的孤独和孤寂。之后，赵丽颖的工作室还分享了一段视频片段，那是他在拍摄期间，还有时间在山城重庆度过的美好时光。赵丽颖经常选择在车内度过，享受着外面的美景，这种突然的倾盆大雨让他感到非常的安心和舒适。赵丽颖在行走于玻璃栈道之间时，出乎意料的是，频繁悬挂威亚在空中飞翔的他也感到非常惊慌，双腿开始颤抖，脸上的表情更是显露出恐惧，这一情景令人看得有点忍不住发笑。赵丽颖也是一名高挑的马尾辫得主，其翠绿的服饰无疑也让她充满了年轻活力和激情。尽管远处的晚霞格外美丽，但是与她相比，还存在一些难以言出的美丽和吸引力。她手里拿着万花筒细细鉴赏，给人带来了一种纯真的印象。但大家都知道，赵丽颖是一位很好的母亲，我相信这个玩具可能是想为她的儿子考虑一下而准备的。网友分享了他们与赵丽颖偶然碰面的照片，那时她正在热情地向大家打招呼，脸上洋溢着极为甜蜜的笑容。不论是她的身体还是容貌，都展现出极好的状态，此刻她的容貌让人难以抗拒。尽管赵丽颖已经长大成人，但她仍然维持着少女的心。她张开嘴巴装着可爱，她的圆润小脸蛋同样显得迷人。不知他是否正在向自己的儿子发送这个消息呢？目睹赵丽颖现如今依旧那么吸引人，我相信他这次也会凭借出色的表演和出众的颜值重新获得大量粉丝支持。我们都盼望他未来的表现，在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作品的同时，也能尽快收到更好的消息。相信到了那个时期，我们都会得到众多的祝福。二。张艺谋、赵丽颖分获亚洲电影大奖终身成就奖 AFA 新世代奖。在璀璨的亚洲电影星空下，两颗耀眼的星星和一位永恒的光芒，以他们独特的方式照亮了我们的视线。当亚洲电影大奖揭晓，张艺谋与赵丽颖分别摘得终身成就奖和 AFA 新世代奖的桂冠时，整个娱乐圈都为之沸腾。这不仅是对他们艺术成就的认可，更是对他们不断追求卓越、为电影事业默默奉献的赞誉。张艺谋，这位中国电影界的传奇人物，以其独特的艺术视角和精湛的导演技艺，为全球观众带来了无数经典之作。从《红高粱》到《英雄》，从《满城尽带黄金甲》到《影》，他的作品总能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中华文化的魅力和力量，而这次荣获终身成就奖，更是对他艺术生涯的肯定与致敬。然而，对于张艺谋来说，这个奖项并非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在颁奖现场，他深情地回顾了自己的电影之路，并表达了对未来电影事业的期许和愿景。他说：“电影是我的生命，也是我不断追求的目标。这个奖项对我来说是鼓励，也是责任。我将继续为中国电影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番话语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而另一位获奖者赵丽颖则以其清新脱俗的形象和扎实的演技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作为新生代演员的代表，她凭借在多部热门电视剧中的出色表现迅速崛起为娱乐圈的佼佼者。这次荣获 AFA 新世代奖更是对她实力和努力的肯定。赵丽颖的获奖并非偶然，她的成功背后有着无数次的努力和付出。在拍摄现场，她总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角色中，用心去感受每一个细节和情感。她的敬业精神和专业素养赢得了导演和剧组的赞誉。而在生活中，她也是一个充满正能量和爱心的人，积极参与公益活动，用自己的影响力传递着爱与温暖。在颁奖现场，赵丽颖激动地表示，这个奖项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它代表着我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了认可。我会继续努力提升自己的演技和素养，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她的话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信心。然而，就在这个温馨而感人的时刻，一个意外的转折发生了。当主持人宣布下一个奖项时，现场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原来，这个奖项的提名者中竟然有张艺谋和赵丽颖的名字，这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和好奇，难道他们还能再次获奖吗？随着颁奖结果的揭晓，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最终，这个奖项被另一位杰出的电影人夺得。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张艺谋和赵丽颖却展现了令人感动的友情和团队精神。他们在台上相互拥抱，祝福对方，并共同表示将继续为电影事业奋斗。这个意外的转折不仅让观众们感受到了电影人的团结和友谊，也让我们更加期待他们未来的作品和表现。在这个充满竞争和机遇的娱乐圈中，他们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张艺谋和赵丽颖的获奖不仅是对他们个人的肯定，更是对整个亚洲电影产业的鼓舞和激励。他们的成功告诉我们，只要坚持梦想，不断努力，追求卓越，就一定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同时，他们的友情和团队精神也让我们看到了电影人之间的温暖和力量。那么，在未来的日子里，张艺谋和赵丽颖将如何继续书写他们的传奇故事？他们又将为我们带来哪些新的惊喜和感动呢？这一切都让人充满了期待和好奇。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未来表现吧。